会来开公听会来征询大家的意见。我想这个修法毕竟短期内现在没有要选举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比较理性的、大家广泛的、比较周延的去讨论。大家拢嘛足理性，你家在讨论，大家嘛理性。本院在这个地方，任何一位委员的发言，就算有不同意见呢，大家都言之有物，都非常理性了。大家都要试探你行政部门到底你的底线到什么地方。啊，你今天表态啊，啊你甲表态啊，意思就甲阮讲啊，公听会招招咧，予伊结论出来，对整个修法的速度会更快了。啊，不然除非告诉我们，行政部门完全遵照我们完全尊重立法部门的意见，门槛偌济，恁家讲讲的，安尼无够愈紧。所以程序要走的。该走的还是要走嘛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部长。好，好，好，欢送一下部长啊。来，不啦，有请假了，有请假了，哎，好去，有请假，有请假，哎，这下替伊解释一下，有请假，哎，来 ，Colas， 来。好，大家好，主席，有请这个中选会的主委。啊，来，刘主委，来。主委你好，您能不能念一次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戴眼镜啊，但是我知道那个内容了哈，就是国家这个。我想重点在这个尊重原住民的语言。宪法增修条文第10条第11项，国家肯定多元。